进来是个菜，别来，我发镰刀，我先来。哪里？鸡块、生姜、面皮、香菜，我选香菜，我喜欢这种味道。What？卤豆腐，要了没有？这辈子没吃过豆腐似的。到了，看得到的我都不要，我看不到的。胖子，没吃过鸡吧？我喜欢吃白切鸡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个生姜，不要，我要吃肉，肉，哦，大鸡排，哇哦，这个好好研究一下，一天天啰里吧嗦的，我真的，哼，这个光有外表，这个什么玩意，见都没见过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，我就是从不看表面，我喜欢内在美，没有，有的吃就不错了吧。生活水平不错，到了，这个古里古怪、妖里妖气的我不要，我要这个皮皮虾，皮皮虾都不要，有眼无珠。好东西都不要，有。看什么看？我先来，闻不到你，我先来。这个骨头一根我不要，这个虾头一个我不要，我要肥螳螂，让你皮，让你皮，让你皮鸭肠哎。霸气。到了，这个。真是个虾头啊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一根骨头。鸭腿让你皮。虾头打翻了。虾、喝什么喝呢？严志芳，你我这呢？这不就是个香菜吗？哟，这个也是几根葱啊！我还是要这个算了吧。哪里？国产大蒜头。蒜梗吃这么香，到了，这个垂头丧气的我不要，我要这个精神抖擞的。What？ 吹你！低调不张扬也挺好。西中正品。笨发型，你塌下来，还是文哥有眼光。我先来，这个鱼尾大，鱼身小，不要。这个小鲍鱼还乌漆抹黑的，我要这个看不懂的，又像条鱼。What？ 哇，小鲍鱼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的狗屎运到了，这个在这里上的当太多了，还要这个看得到的海鲜，海鲜啊！苦瓜命，光看外表。
有。胖墩，看走眼了吧？哇哦！哇，东风虾，我先来。哼，来什么来？我先来。都一样的，那我要好好分析一下外表。这个胡子没长齐，这个。啊、耍无赖，臭不要脸的。是，到我了。这个反正都一样的，随便选一个。哇，我这也是龙虾。今天什么情况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今天什么情况？这个不会也是龙虾吧？真的是龙虾！哇哦！今天我先来，有没有意见？废话，肯定有意见了、啊。我先来，这片腊肉。啊、嗯，哇哦，这个海带又不是海鲜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虾，我要吃海里的。我龙虾，龙虾，龙虾。啊啊、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。哟，大伙，这个海带海鲜我吃腻了，我要吃肉，肉肉腊肉，我不爱吃。啊海鲜，海鲜、啊啊！就是这么好，一边去，我先来。哼，这个好大一个叶啊！嗯，这个圆滚滚的，我不要，我要两根须，我要吃海鲜。What？ 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，龙虾！啊啊六四，那我要这个叉叉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圆滚滚，肉肉烧鸭，吹你！啊、他真香啊！鸭腿，鸭腿，鸭腿！